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玉，然后今天我要来做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实验。好，首先有一个10元硬币，然后还要一个2杯跟装满水的杯子，然后要让别人看不到，就这样子，然后接着呢就装进去而已。记得订阅哦，还有按个赞，还要分享哦。那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拜拜。